1月13日是总统和立委的选举，立委蔡依瑜伫咧透早10点就前往位伫咧台北古滨保安宫下头开票所来投票。蔡依瑜认为今日的天气真好，气温相当的温暖，所以投票率应该会真好。立委蔡依抵达投票所以后，依序排队领出总统、立委以及政党票。宣选以后，依序投入三个票柜。现场民众也陆续进入投票所投下心情的一票，过程顺利。快乐投票去，投票是每个公民一定要行使的权利。好赞。蔡宜表示，第一次来到台北古埤保安宫投票，伊甲保安宫非常有缘分。两年前发生重大车祸时，就是来保安宫受惊。蔡宜感谢选务人员以及执勤环境的辛苦，期盼生活在外地的家己人可以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返乡选出心目中的人选。细心想蔡明堂，台北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